车是一款竞速类赛车手游，画面以第三人称可以看到车尾的视角进行操作，操作上也很简单，只要点击画面的左侧或右侧就可以控制车子的方向，甩尾动作也可以很轻易的做出来哦。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个甩尾可以微调，遇到过弯转向不足的情况，可以多点几下画面微调转向，让爱车做出漂亮的甩尾动作，光是这一点就相当值得玩哦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